2月16号星期日，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上午，日本长崎蓝色公路慈悲行。下午，寺院参访。2月18号星期二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，五德尊侯神祖公圣代，日本广岛兔子岛慈悲超度。2月19号星期三，晚上6点至9点半，日本大阪佛学讲座。更加希望大家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放一字句，
请大家
释迦牟尼佛，西方世界有无量。